谁？跟朋友嘛。去哪边？兜风啊。有汽车开车？布布嘛，你不要问这么多啦，我要迟到了，好，拜拜。哎，拜啊。布布很危险嘞。Hello。嗨。你有等很久吗？还没有，刚到啊。嗯。你们家去哪里玩？去兜兜风。OK。外带。天气好热哦。OK， 好，走吧。好，好 ，Go。风和日丽的天气，让人心情好到快要飞起来一样。骑着我心爱的车，载着喜欢的人，心里有种难以言喻的踏实感。对我来说，因为有了它，让我们的距离更接近了。虽然敌不过风吹日晒雨淋，但我有绝对的信心，能够给它百分百的安全感。人行道不能骑车，而且很危险，知道吗？下车吧。我这台车不止造型独特，而且还很厉害哦，还有前后双点，让我们骑在路上都可以刹得住哦。而且行李箱里面还有一个防盗开关，让我们不怕被偷哦。这样讲，我好想骑看看哦。可以啊，它很适合女生骑。是啊。嗯。哎、欸，女儿。爸，你这里做什么？叔叔。哎，这个年轻人不错，但是呢，你比较喜欢这个年轻车，还是呢这一台布布？如果你喜欢这台布布的话，爸爸这边也有哦。和他相处越久，就对他越有好感，帅气有型，安全可靠，完全符合我想要的条件。我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感觉，我发现我已经爱上了他。